为到的牛舌家庭就汉拿豆改好十字街，高雄三丁起就一群先生出块来三丁食好土，利用当地白流改暗不是偷，几条地人民的发动中心为小朋友来搞几条数学，还按五十数钱，几条羊毛数中两位，四年新安阳来扶持，展现了条台语回馈乡地的热心，也为回高雄镇的小朋友增加的好食的机会。安平前七点，喺度体验面纱，佢嘅小朋友手启动咗塔茶，而去审啊小学堂上课。有个先生对两位学生嘅一对教学，帮小朋友得到见到位抗压照顾，数学嘅成绩嘛一面嘅进步位。这边学习状况很好，老师都会让我讲到听得我很清楚，不会让我学不会或听不懂。以前考试就没有那么高分吧。然后现在就考得比较高分，可以考100分。欢喜年慈民福之春，今年七月三日社福堂人成立的时节，全部学生的最后一家家拜访，鼓励家长帮生意来上课。但是马英伟阿内无求回馈的精神，希望呢退休先生还有彩铁毕业班数学自由生向下来天数经验分享吧。想说。自己有能力就帮助一些人，就帮助教他们不会数学，让他们数学成绩好一点啊。你们乡下城乡差距过太美，过呀都是工业式安尼家庭啊。那我们想，我们有过多退休的先生，然后太转型了过多，所以可以在药方面吼帮助伊呢。一对一的师资，帮学生爱得到更多关心。固定的时间见面，嘛帮我们多青春期的学生的心情跟问题。一个每礼拜轻松一摆数学课，看到的生人的成绩进步，还有三男人爱护肢体的热心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